你知道当初我爸那什么那年，是有2家想收养我吗？除了安叔还有谁啊？你爸。我爸？那你怎么不来我们家啊？去你们家不得跟你们家姓吗？跟我们家姓多好呀，正好我多一傻哥哥。我是不想这辈子跟你当兄妹。 你嫌弃我？我说的是我不想这辈子就只跟你当兄妹。那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，跟我去北京？我去北京干嘛呀？也换一种生活啊。我是京海人，而且可能因为我爸的原因，我就觉得这辈子我不做警察，可能也做不了别的。 可是我不想再重复我妈的生活了。你真的不再考虑考虑？也不是。麻子，我一会儿打给你。我得先。 你哪天走？我礼拜天。我送你。